今天非常开心，可以到华山来表演，第一次在这个地方表演，然后是因为金曲音乐节的缘故，可以在那边表演。然后，首先大家有看金曲奖吗？有。有。你们喜欢的歌手有得奖吗？还好。还好。如果你喜欢五月天，你今天应该很开心。他们真的是得很多奖，对。对，其实说到五月天，我刚开始学吉他就是因为五月天。高中的时候在电视上看到他们唱那个《志明春娇》，然后很帅，然后我就当天然后看到那电视，我就赶快跟我妈说，妈，我想学吉他，然后晚上我就上第一堂课了，然后一直弹到现在。不管怎么样，虽然现在不是什么有名的团，可是至少在音乐的路上我们还是要继续坚持下去。好，所有玩音乐朋友一起努力吧，一起加油吧。好，那我们下一首歌叫做《封建机》。